声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大家都晚上好吗？加爸呗，佩郎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大家都晚上好，我是朱慧珍，邓慧珍。那也今天好开心哦，又有这个机会呢，来到我们这个旺地为大家演出。那也非常感谢呢，我们的群星娱乐制作的老板，非常感谢。那想继续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这个比较新的这首歌曲。那目前呢，在歌台呢，应该比较少听到的这首歌，来自谢依君的这首歌曲叫做《感恩呢》，一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曲，送给大家会喜欢。感恩呢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首呢，是刚刚学的这首歌曲。那听到好听的歌曲呢，当然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嘛，对不对？那也谢谢大家送上的这个可爱的拍拍手。那也谢谢我们的小杰送上的这个照片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。那也谢谢安各位的红包，感恩，谢谢。那也非常感谢呢，我们的幕后英雄，谢谢我们的飞白的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还有我们灯光音响老师，谢谢。那想继续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是比较轻松的这首华语老歌，送给大家，叫做《江水悠悠泪长流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，谢谢。
今天已经来到我们七月初三了，是可以说这个七月里面王雷第一个就跟你搭档了。谢谢。2018年我的七月的歌台是你跟我第一个搭档的歌台歌手。对，在下午的哈。我跟你讲什么下午啦，我红哥搭档、哦、搭档司仪、啊、是今天晚上第一次的。 对，我包你2018行答应。哇，轻轻哦。我跟你讲，跟我搭档的人哦，七月第一台的人一定好写的，真的没有一个不好写的。哎，我记得好像去年也是第一个，对，没有跟我搭档，还是前年，前年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跟我搭档给人第一好写，我再算啦。如果跟我搭档的女孩子那么多了，第一个企业的了，全部都那一年躲不到。哇，阿林弟讲，哎，今年已经8月了，哎，还剩几个月而已。很难讲啦，哎，各位你，哎呀，王雷大哥，我怀孕了。Bobby 买吗？所以买要小心，买就要小心。如果买要小心，对不对？要穿雨衣。啊，雨衣啊，穿雨衣就没有危险了。穿雨衣很安全哦。怎么希望大家都在笑哎？对，全部都是前辈还不笑。对对对。如果这些还要用雨衣，就得夹烂的，他们全部都不用雨衣了。前辈就不用用雨衣了。不用了，后辈要用雨衣。要了，这边看到了，我应该是没有一个要用雨衣。你有没有用雨衣？我还有用就死了了，还有用，还有对，今天哦。可以说在企业当中今天是最热啊。对，我今天气象报告的时候，我2点多 check 的时候33.5。对，刚刚我傍晚听到的时候好像36、37度。我怕死人，今天多热，哇，真的太热了。你要自己要较水一点，每年企业都是这样的款，那还真奇怪的呢。我们呢好像水果啊，对，企业才有吃到的龙啊，是如菇满山，如菇，对不对？我们企业的时候每一年都是这样，拜Jack北的时候可能Jack北喜欢吃卤菇满山，别个月就没有，你不会觉得吗？对啊，最近有吃到这些水果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哦。看人家卤菇哈，卤菇哈，懒猪哥围围地龙龟包狗狗雕，哎呦，真的就怕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个礼拜前我去槟城玩，我去参观他的果园，才知道原来卤菇不是像阿摩丹、榴莲那样鬼鬼 Q， 那样叫卤菇一粒一粒一 kilo 是生几十粒、百几粒，对对对，那样钓是一粒一粒的。哇，这么辛苦啊！而且不是那种矮矮的树，是高红毛高树，这样要爬上。哦，要爬那个楼梯上去。是、啊，所以现在我很珍惜啦。真的，对对对，吃卤每一粒都要吃完。对呀，啊，吃卤菇的时候连皮连皮都要吃。哇，好榜样啊，好榜样啊！来了，希望今天跟你们还在这里。对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是，谢谢王雷大哥。对，哇，今天你很young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对不对？看到对不对？黄振龙跟你比个屁哦！哇，你看转过去，对不对？背后哈，对了，20岁哈，对了，前面60岁。我的屁！那黄振龙对不对？每次穿这，那你要跟黄振龙比？当然要比啦，目前他最旺啦，歌台。没有啦，他是年轻的帅哥，你是比较老一点。老的人跟你讲，老的男生哦，在歌台已经7七8八，剩我一个而已，没有了。最帅的就是你啦，老的。还有陈建斌。哦，你觉得你比较帅还是建斌大哥？还用比？我小便都射得比他没有，他们说他只是输在高度哎。高度，我们叫帅的，我们叫他来比赛小便看谁射的远。我还给你给。这个也可以比吗？可以啊，要不要直播来比赛？我们当兵的时候，就是男孩子站住一条线比，我们就赌啦。所以哦，射比较远的人最就赢10块钱啦。那你是赢了，你是冠军啊！我跟你比，你就赢了，你一定赢的。我不要跟你比。没有，你比你的脚是这样吗？什么东西？来，非常开心，七月初三了，很快的七月初三，很多人在说，哎，今年的七月歌台怎么样啊？其实报纸在写，哎呀，行情不好，那边行情不好，少了几10%的台。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还是一样舞照跳，歌照唱啊。对对对，因为没有，因为你昂啊。不是，没错了，因为我拿我来自己做标准的，是因为我很多人哦，30场，其实25场都是每年到回来的，都做这样，只有初三这一层，我来这边。第一次来哦，以前初三。为什么我今天会来这边？为什么？因为佩芬没有来，我才可以来。去年佩芬做了。哦，对，今天他调去别换了，我来这边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今年的台数没有减少？没有减少，我觉得没有。还是一样啊。对对对，来去都是。我反而多了2场下午场。真的哦。真的，哇！我变了，我太红了，我变了。我现在今年 income tax 要交。爆了啦！爆了，还没有还呢，事业已经给他罚款500了，要怎样？不要
就这个被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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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你不要今天的哈，你去一个小时哦。没有啦，你只是看到我做事又去小便了。对对对，我的水龙头就跟他关了。来了，介绍我们的舞台灯光音响。